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旭，在真相中饰演林远浩。我是盖元熙，在真相中饰演的是林兰。我是演员温峥嵘，在真相中呢，我饰演宋锦绣。加入 YouTube 优酷视频会员，加入 YouTube 优酷频道会员，加入 YouTube 优酷频道会员，和我一起追剧吧。